早晨，中環財經連線咁啊，先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先。咁今日咧遲咗少少開始，但係咧都會帶一啲精彩嘅內容俾大家嘅。咁今日咧嘅嘉賓咧，大家應該都已經知道㗎啦。如果有睇開我哋新 channel 嘅 Facebook 專頁咧，因為我哋成日都會 post 咧嘉賓表喺度啦。咁今日嘅嘉賓咧就係 Ruby 啦。Hello， 早晨 ，Ruby。Hello， 大家好。Hello， 阿卡。係咁啊，雖然咧好開心啦，可以同 Ruby 咧今日咧一齊做節目，但係咧睇翻個股市嚟講咧，呢幾日其實都冇乜特別開心嘅表現啦。尤其今日咧，今日咧都承接住美股即係琴晚一啲唔好嘅一個表現啦。咁啊，今日咧都係低開嘅低開354點啦。咁開報嘅時候咧就29,525點，但係咧個跌勢咧仲未完喎。喺而家呢個時間咧，繼續跌。跌了500多點啦，咁樣29,361.67啊，咁樣呢個位置 ，Ruby， 你會點睇個大市呢？即係佢呢排都係浮浮沉沉咁樣喎，會唔會都有一啲即係展望又或者分析話都俾大家知咧？其實就不會話太過擔心嘅，因為其實而家咧主要即係香港方面啦，即係亦都係受住外圍方面咧受住嗰個債息影響啦。咁你見到而家債息咧即係時高時低啦，之前早前咧升到最高咧即係1.6厘嗰時候啦。咁因為好多時候大家就會同阿標指嘅息率去比較，因為標指息率咧大概1.5厘。咁如果你話升到1.6厘嘅話咧，已經差唔多嘅話咧，大家就可能擔心，反而咧即係啲咁之前比較高增長嘅股份咧。都未咁值得去留意嘅啦，咁啊，咁啊翻去咧，即係好多資金咧就流走咗，反而咧係流入去債，反而流出咗嘅。咁但係如果其實你睇翻咧，流入翻去債市呢方面啦，咁因為個息率咧即係比較高啦，咁但係其實咧而家未必，其實冇人話即係一定係嗰個息率咧，即係債息咧，其實升高咗嘅話咧，就會影響咗股市表現。咁同埋如果係真係會再升嘅話咧，其實咧美國方面咧聯儲局咧都一樣咧，即係有機會會出手嘅。咁而香港咧，其實你睇翻咧，而家其實未至於你話個市況咧真係咁差嘅。首先，而家即係響緊條50天線啦，仲有支持啦，咁大概其實響28,700點度啦。咁同埋咧，而家咧其實走緊嘅資金咧，都係一啲比較之前高增長嘅股份啊。咁包括咧就係一啲嘅必需品嘅消費股啦，早前一啲嘅汽車股啦、科技股啦，咁甚至咧係能源股嘅。咁但係咧一啲嘅比較傳統經濟股咧，其實增幅咧，其實仲喺度嘅。譬如你好似內銀啦，咁你而家咧，點解今次咧，即係計翻成個二月份咧？之前其實一路咧，啲南下資金都會比較多啲，講緊每日咧可以去到成100多億咁樣嘅。咁而家咧可以話正流出，甚至可能尋日好翻啲啦，有翻有幾十億啦。但係如果你話成個二月嚟講咧，即係早前咧，而家咧二月嗰個規模咧，甚至係比2020年咧嗰個均值咧係700多億咧仲少啲嘅。咁其實嗰個佔比，整個成交嘅佔比咧，早前可能有佔到香港成交金額咧，南下資金有16-17%，而家咧其實得嗰6% 嘅啫，係少咗好多噶啦。同埋都係響翻啲科技股其實流出曬噶啦。咁但係一啲舊經濟股咧，其實而家仲係追緊。落後咯，咁好似表現而家最靚嘅就係啲資源股，一啲嘅內銀股。咁但係除咗呢兩樣之外咧，其實你可以再留意翻嘅未漲嘅一啲嘅非銀行嘅一啲金融股啦，特別咧即係 AH 股咧，嗰個差價咧相對咧即係會比較大啲嘅股份咧，其實可以繼續追嘅。我覺得即係之前一直都同大家講話啊，內銀可以睇㗎啦。我覺得前兩次都同大家講，因為內銀一定會追落後㗎啦。其實而家就已經追落後啦。但係當然。即係而家你有一啲嘅啲恆指裏面嘅股份啦，即係呢啲舊經濟咧，其實個佔比都好重嘅。譬如你話一啲地產股啊，甚至啲銀行股啊，咁其實都支撐住個大市。只要喺28,725跌穿嘅話咧，即係港股個升勢咧，即係未會完結嘅。而家其實仲係喺牛市嘅第三期嘅。咁其實科技股同埋消費股咧，之後都仲會保障翻嘅。不過可能相對嚟講咧，就會一啲比較長啲嘅時間咯。咁同埋如果你真係睇緊嗰個恆指嘅牛熊證街貨圖咧，早前咧其實牛證係佔八，熊證係佔二，但係而家可能日升日跌啊，比較難玩啲啊。咁所以而家咧，可能牛熊證咧其實仲係以牛係佔大多數嘅，都接近70%，優勝66%咁多嘅。咁所以你話而家大市嘅話，反而咧可能科技股未至於咧即係咁快咁適合去鬧住，但係仲可以 hold 住咧啲嘅舊經濟嘅股份先。
係嗰啲即係頭先 Ruby 你講嘅，譬如內銀啊、內房啊、房地產啊呢一類型嘅股份咧，都會嚟緊喺呢一個調整嘅期間，大家可以留意啊，定係可能係今年2021年分季度之類嘅一啲時段係可以睇嘅一方面嘅一啲公司股份咁樣咧。其實而家係一啲周期性嘅股份啊，即係早前咧比較漲幅比較多咧，啲必需品嘅消費股啦，一啲家電股啦、科技股啦、能源股啦，而家其實係落咗落嚟嘅。今年其實如果睇個主題咧，仲係兩樣，一係就科技，第二就係消費。只不過而家咧，即係個回調嘅幅度咧，都會比較急啲。咁而家咧，即係周期性啦，即係短線啦，而家可以留意翻咧啲銀行股繼續會表現好嘅。如果中意炒嘅話咧，嗱，其實如果睇翻咧，譬如寧波銀行啦、杭州銀行咧，啲內銀咧，佢啱啱即係都出咗一啲嘅業績啦，即係啲預告啦。其實咧，佢哋仲係有增長嘅。咁反映其實你講而家經濟差嘅話咧，銀行係百業之母啦，其實一定係做得差嘅。但係其實佢哋表現仲亮麗嘅。咁所以話，如果你真係揀到一啲內銀咧比較大型啲嘅銀行咧，其實係穩健嘅。啊，譬如建行同埋工行咁啦，即係佢哋嘅升幅咧一定唔係多嘅啦。即係我每一次都強調咧，即係可能係好少。但是講緊而家咧，佢哋嗰個市盈率咧，其實係單位數嘅啫。咁同埋咧，佢仲係有一啲息率係派啦。如果你計穩健嘅，可以揸住兩隻內銀啦，但升幅唔係好多啦。我哋如果比較睇好啲嘅銀行咧，即係譬如內地嘅有杭州銀行啊、平安銀行啊，咁甚至如果你話香港嘅即係 H 股有睇嘅，可以睇嘅招行啊，招行佢市盈率相對工行同埋建行係比較高啲嘅。咁但係咧，即係佢每次個價咧，你見到如果你炒價咧，佢嘅升幅一定是最快的那隻的，咁有機會話啊，你翻翻去68蚊嗰啲位置咧，其實都有可能嘅，因為佢自己個撥備做得好啦，咁同埋佢個零售客户咧，亦都係理想嘅。咁依個周期性嘅可以留意啦，資源股啦，咁資源股方面咧，亦都係啦。其實咧，如果睇翻咧，即係成個大市去睇咧，而家個情況咧，有啲似翻咧2008、2009年嘅。咁2008年嗰時候咧，即係個海嘯嗰個問題啦，金融好差啦。咁2009年咧，其實世界咧，即係全球咧，不斷推出翻啲個寬鬆政策咧。咁2009年嗰陣時候咧，由2008年開始尾嗰陣時候啦，就一路升緊啲債市嘅。升完債市之後咧，就開始升股市啦。之後就再升緊一啲嘅商品市場啊。咁而家咧，其實我哋個股市咧係由2019年啦，其實已經可以話係開始升緊上嚟嘅啦。咁而家一路都係接住嗰個牛市啦。咁直至到咧而家個商品市場咧就啱啱開始孕育出嚟，咁所以其實你話商品嘅一啲資源類嘅股份嘅，甚至你話其實個成個股市都未停嘅，咁而家周期性可以留意啦。不過科技股咧係今年睇好嘅，不過好多咧其實都未跌到去一啲比較低位值得去鬧啊。咁好多可能仲睇緊條50天線啊，一啲波幅嘅區間可以留意啦。譬如好似騰訊咁樣咯，仍然係炒緊佢波幅咯。你長線一定係睇好噶啦，即係好多 SaaS 股都係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你要去鬧長線，你而家就要去鬧底嘅話咧，可能個心理質素真係要好好，唔好每次真係等佢跌翻少少落嚟，回翻少少，因為佢調整仲未完嘅，咁就驚又放咗，咁啊變咗你兩邊都仲蝕緊錢，反而係等佢到時確認咗升勢先至買，甚至你話真係短線炒波幅嘅話咧，響正啲50天線有支持嘅時候咧，可以喺嗰啲原線嗰啲位置度咧買咗嚟炒嗰個波幅，即係可能你用啲輪證啊、短線啊咁樣炒會比較理想。係咁講到咧，即係譬如即係舊經濟股，咁啊而家大家都可以留心一下啦。咁新經濟股可能都繼續會係即係因為都已經係曾經炒過一排啦，咁亦都係嚟緊咧都會。即係比較長線啲嚟睇咧，都會繼續咧，即係俾大家去用啲資金入場咁樣嘅。咁但係咧，即係頭先 Ruby 你就提到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個撈底嘅動作？咁啊，不如就講下呢一隻美團啊，3690，因為咧而家睇到最新個消息咧，就已經係跌穿咗350蚊呢一個水平啦。而家就跌咗6.7%，而家347.6嘅呢一個位置。咁呢一類型嘅即係都算係龍頭嘅公司啦，龍頭。股份嚟講，有嗱聽眾唔係有觀眾朋友咧，都有持有嘅，咁大家都會即係有朋友有持有嘅朋友咧，都可能會話跌到好痛啦咁樣，咁應該點樣去做咧？而家
其實如果你話係3690嘅話咧，反而咧即係更加唔好鬧住嗱。如果其實你睇翻3690咧，其實佢升勢咧就可以話係最急。如果你睇翻即係譬如咧700嗰啲嘅市盈率嘅，其實仲係咧即係都仲係雙位數嘅位置啦，可能即係你幾十倍啦。咁但係你3690咧，其實嗰陣時候咧即係個升幅咧即係有啲係過急嘅。如果你睇翻佢市盈率啦，市盈率啦，其實去到咧接近成800倍咁多嘅。咁如果你有3690個走勢的話咧，而家你話科技股之中最未至於話去鬧嘅話咧，反而咧就係睇緊只3690啦。因為好多時其實而家仲未跌緊，因為你見到而家個債息咧仲係有時時高時低啦，甚至佢有時咧都會跌穿咗個50天線嘅。咁你睇緊佢個50天線有冇支持啦？咁如果佢真係跌穿埋嘅話咧，咁就算你一定要即係要止蝕離場咗先啦。咁但其實我好多時都講，如果咧譬如你一啲嘅科技股咧，揸住嘅話咧，我覺得建議其實都可以先行走咗先嘅。如果你唔係炒波幅，如果你話低流嘅話咧，就更加未值得住嘅。特別就係講緊只3690，如果佢350元咧，其實你見到佢已經都守唔住噶啦。甚至咧，即係就算佢係大市升嘅話咧，其實佢嗰個漲幅咧都唔會話好多嘅啫。咁都反映其實而家呢啲股咧暫時都處於弱勢。咁當然啦，佢調整完之後啦，咁呢一隻亦都係而家值得去買嘅，無論佢基本因素其實那些都做得好。因為而家話牛市未完，其實看個牛市咧都係兩樣嘢嘅啫，一係就係情緒方面啦，即係大家個投資氣氛啦；第二就係個基本因素啦。其實兩樣嘢咧，而家都仲未話見頂嘅。咁所以其實話即係大市而家都係喺呢啲嘅波幅啊區間上落處咧，即係喺條50天線咧，甚至諗下。有支持的話咧，都不需要話咁擔心住咯。係咁，但係咧，即係美團呢一隻咧個總結就係、是，即係暫時就未適合留底啦。咁、那個支持位會唔會都會俾到大家咧？如果其實你話睇緊個美團嗰個支持位咧，可以睇翻喺50天線嗰度有冇支持啦。咁、如果佢50天線嗰度咧，其實有支持嘅話咧，咁其實暫時咧都仲可以嘅，長線嘅都仲可以揸嘅。不過如果佢50天線都跌穿埋嘅話咧，我建議就算你持有嘅話咧，都先離場先，因為你未知個底其實去到邊度。係，咁另外咧一隻咧個表現咧都比較遜色嘅咧，就會係388港交所啊，不斷嘅跌勢咧，跌到而家咧已經係報481.2啦，今日又繼續跌啦，跌咗3.3%。咁呢一隻咧又可以點樣操作呢？其實呢一隻代表咗係咪即係而家啲資金流真係好唔穩定啊？咁樣咧？嗱，388咧，其實而家咧，即係睇緊佢支持位咧，由佢嗰個升上嚟嗰個位置啦，大概咧就係可能485元啦，即係嗰啲嘅位置。其實如果佢跌穿咗咧，即係485嘅話咧，其實都有少少擔心嘅。嗱，因為其實港交所咧憧憬緊啲乜嘢咧，就係、是、之前話中概股越嚟越多回流啦，咁啊亦都。資金好多啦，咁甚至你話啱啱講話啊，佔成交金額可能16-17% 嘅，咁而嗰個大市嘅總成交額咧，甚至咧，你話去年咧，其實去到成3000億咁多嘅，即係最多啦。咁其實好多呢啲業績其實佢都公布埋啦，甚至其實好多呢啲嘅因素咧，都已經係反映咗喺個股價裡面啦。咁可能中概股再回流嘅話，對於佢係有刺激嘅。嗱，不過咧，其實而家你即係話港股而家突然間個投資氣氛即係突然間轉彎，除咗咧即係講緊個債息嗰個問題咧，美國債息啦，去到比較啲高位之外咧，其實你本港你話加印花税咧，咁其實亦都係幾影響咗港交所嗰個表現嘅，即係除非啦，即係你而家炒一啲而家係大牛市，日日都升嘅，大家唔使睇嘅。咁當然呢啲可能好少嘅啫，嗰啲交易成本同埋你揸住喺手實會賺得翻嘅。如果你買入嘅話，但如果講緊咧，即係而家個波幅咧比較增加嘅話咧，咁大家好多時候咧，如果你譬如短炒啊，特別一啲好多高頻交易啊呢啲類型嗰啲，真係啲 professionals 嗰啲嘅 traders 啊，咁佢哋咧其實嗰個成本都會增加咗，有機會咧即係其實都減淡咗大家嗰個投資氣氛咯。咁所以港交所嘅話咧，你見到佢嗰、那個那個浪咧，其實升上嚟嘅話咧，已經跌穿咗485元嘅啦。咁如果我睇翻啦，即係如果佢真係喺453元嗰啲咧，最後嗰個支持位啦，咁如果都跌穿埋嘅話咧，失守埋嘅話咧，咁其實港交所其實如果你真係持有嘅話咧，就建議你先行離場咗先啦。咁是而家嗰個唯一個支持位都453元止蝕位置咯。係，會唔會真係要等咧？即係可能政府。
府再有一啲消息啊，或者政策上面嘅改變啦，即係所以先會令到港交所可能再會有個股價起頭咁樣嘅一個表現咧？其實都難的了，如果你話即係譬如你話財政預算案咁樣，你講嘅話，甚至而家話仲有增加印花税的可能嘅。其實如果你話港交所可能之前啊有啲譬如互聯互通啊，有啲開啟啊依啲嘢咧，可能對於其實佢股價表現咧，其實唔係話會好大刺激嘅，就好多都。咁而家如果加埋印花税嘅話咧，同埋你港股咧，即係唔係再去翻咧，即係之前嗰啲每一日都係一啲增長緊啊。不斷向上升的勢頭咧，其實對佢嗰個支持作用咧都難少少喎。咁而家其實你見到佢喺五十天線咧，即係都徘徊緊啊。咁啱就之前佢升上嚟嗰啲嘅位置，如果失守埋咧，其實都擔心嘅。咁我覺得鬧嘅話就未至於噶啦，因為而家仍然係即係喺呢啲嘅附近咧。今次亦都係佢係一個喺香港裡面嘅叫做一個比較風眼股啦。咁如果你跌穿450蚊嘅，仲會比較擔心啲嘅。一個位置，咁我覺得如果你持有嘅話，即係睇住首先先睇住條五十天線咯，睇下佢有冇失守先咯。咁留底嘅話，我都未建議住咯。即係可能佢真係如果有機會跌到去450蚊啊呢啲位置嘅話，嗰陣時候先開始留咯。係，即係都可能而家呢個價位咧，個估值都仲係高咗少少。咁所以咧，即係有貨嘅朋友仔咧，就要即係做好個策略啦。但係冇貨嘅朋友仔咧，即係好似我咁樣咧，就唔好衝入去住啦。因為咧，我哋留言區都有啲朋友咧，觀眾。朋友以為我在星期一嗰日咧就同倫 Sir 做節目嘅時候，即刻咧就入咗貨，冇啊，未有啊！哇，如果我入咗嘅話，我而家真係都唔知喊唔喊好啦，我冇呢個笑容噶啦。咁另外咧，首先喺度都多謝高登曲奇啦，咁啊高登曲奇咧就貨咗金俾我哋，咁啊金主啦，咁佢咧主要就係話想幫我問一下小米嘅前景咁樣嘅，咁小米嘅前景即係第一次有觀眾係貨金嚟俾。嘉賓去問我的問題，我真的很開心。咁啊，小米咧，即係個表現咧，都係哇，而家已經係去到25.5%嘅呢一個位啦，3.5% 負啊，即係跌咗3.5% 啊，咁樣。咁小米真係冇乜特別嘅利好消息啦。Ruby 有冇睇到有啲咩特別嘅消息令到佢個股價會繼續喺度跌落去咧？定係真係都係跟住個大市咁樣去走嘅咧？其實有機會嘅，即係小米。有機會繼續再跌落去嘅，因為我嘅上次同大家講緊咧，啱啱嗰陣時候咧，就是、美國又係再重新又再搞嗰只小米啦。咁嗰陣時候咧，其實佢已經係跌穿咗即係嗰時已經係27蚊嘅位置啦，甚至咧俾佢第一次咧啱啱話要留意佢黑名單嗰時29蚊嘅位置咧，已經係跌穿咗啦。咁所以嗰時27蚊嗰時候都叫話大家擔心嘅，即係唔好留底住噶啦，因為佢跌穿咗27蚊咧，其實都比較危險嘅。而家可以話佢嗰個支持位咧都難揾啦，而家。好似 B 科咁，近排就喺25蚊呢啲位置咧，叫做徘徊緊啦。咁但係其實佢都揾緊，依個係咪究竟係底咧？有機會其實如果你大市繼續調整嘅話啦，真係可能去到再調整耐啲，去到28,900嘅話咧，咁小米有機會會繼續向下走嘅。咁所以你話小米嘅話，而家都未至於適宜去鬧底啦。如果你睇翻小米咧，即係個走勢圖表現啦，咁佢十天線、20天線、50天線同埋100天線都跌。反而即係你叫，如果即係你當佢係一隻科技股嚟睇嘅話咧，更加咧失守咗咧。而家大部分好多科技股可能喺條50天線咧都仲有支持嘅，但係佢已經失守埋嘅啦。咁所以小米如果佢更加咧冇咗一啲嘅內地資金啦去撐啦，而家你睇緊啲內地資金咧，即係如果睇翻港股通尋日嗰啲資金流啦，小米嘅都仍然好少，都4億幾咯，唔算多咯。咁如果你話真係反而睇依啲嘅話咧，我寧願博只騰訊仲好過睇翻只小米啦。咁小米而家再加上咧，即係未有一啲好利好嘅消息咧，佢刺激住支持啦。咁所以小米同埋佢嗰個大家驚緊咧，即係初咧佢跌落嚟去27蚊嗰啲位置咧，就係美國制裁嘅話咧。佢啲零件咧，究竟可唔可以足唔足以佢令到佢繼續生產啊？咁雖然佢就話啊，可以致力去維持啊，冇事啊，咁但係咪真係 OK 咧？咁其實都要留意翻咯。係咁啊，即係阿 Ruby 咧都講到啦，即係寧願即係睇騰訊咧都唔睇住小米先啦。即係譬如喺 ATMX 裏面，即係我未問你其他嘅意見啦。但係如果對比呢兩隻咧，咁我哋而家都可以睇翻騰訊嘅表現。騰訊咧而家都係維持喺700蚊嘅呢一個水平度。咁如果大家
有足夠的資金，是否真的可以在這幾隻大股大型的一些、科網股的新經濟股份裡面就選這一隻來做一個投資呢？現在其實如果騰訊的話呢、我覺得可以炒住波幅先。你說是否真的回復增長呢？其實都難的，因為你每次呢現在的大市呢一跌呢一債息有問題的話呢、其實這波股呢彈一跌其實一定會回一回回的。那我覺得如果它真的跌到去近五十天線呢，你可以再博回它升回去即是同十天線那些的位置。其實你看到早前已經更加出現了一個、死亡交叉啦，即十天線跌穿了二十天線，咁當時就差唔多咧，到去五十天線個位置。咁如果騰訊每次個股價咧可以向翻五十天線嗰陣時候咧，咁就可以當佢個波幅咧可以彈翻上去啦，以去呢啲嘅區間度上落咯。但係如果你話真正係咪值得入嘅話咧，我覺得仲要睇時機咯。即係而家其實你成個啲債息嘅問題都仲未解決到噶嘛，咁喺呢個區間上落咧，其實可能都要維持咗一段時間嘅。嗱，不過你話真係如果咧睇好長線嘅話咧，我都講啱啱即係以科技咧都係為主題啦。咁而家兩會亦都開啦，咁其實有啲咩板塊可以留意咧？即係你話除咗騰訊啦，我哋會睇好嘅比較係個乳業股啦，因為其實而家乳業股咧個買價咧係不斷上升嘅，更加咧其實而家咧可以見到其實咧成本上升了，奶價上升。而家今次呢個疫情咧喺內地咧，其實個氣氛而家炒咗咧，會變咗覺得奶係一個比較健康啲嘅一個增強免疫力嘅。咁所以咧，反而係奶我哋會比較睇好，譬如伊利股份啊呢啲啦。咁純香港冇得買啦，咁我哋可以留意住只蒙牛啦，同埋一啲嘅鋰電池啦，好似禁風咁樣啦。咁呢一隻咧，其實之前亦都係。都炒得一段時間㗎啦，但係而家咧，其實佢係好短缺嘅，甚至咧短缺到咧，即係而家個庫存比較偏低啦，同奶都係奶。其實而家成個大環境咧，即係可能個消費增長翻啦。其實而家好多廠商咧，即係嗰個庫存都比較低，而家不斷係入緊貨嘅。咁禁風嗰啲亦都係啦，做緊一啲鋰電池啊、浸泄鉬啊呢啲嘅比較資源性嘅嘢咧，其實而家都係好短缺。去到其實第一季咧，今年第一季咧，直至到第二季。其實講緊呢啲鋰電池咧，都係仲係唔夠嘅，咁所以其實都影響咗咧啲手機嗰啲嘅生產嘅，咁所以呢個板塊啦，呢啲咧都係值得留意咯。係咁啊！哇 ，Ruby 咧都算係已經係派咗兩隻 number 俾大家喎，俾大家去參考一下，睇下呢兩方面，即係譬如電池方面啦，仲有一啲乳製類嘅一啲股票嘅公司，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咁樣嘅。咁如果講開咧，即係電池方面咧，其實芯片咧好似咧呢排都有一啲特別嘅消息，所以咧就令到呢一隻咧981中芯國際咧喺而家呢一個已經跌咗差唔多。過了600點的大市來講都有一個逆增長在這裡，現在還是升 2.3%， 現在報28.45這個位置。中芯國際曾經都是受到美國那邊的一些黑名單的影響、制裁這樣，就令到它的股價其實都有些變動，但是現在是不是就是因為短缺這個位置，所以又會被大家炒上來，樣大家現在都可以看一看碰一碰這樣呢？其實如果你話呢啲半導體啦、芯片啦，因為我就公司唔評論得中心嘅嗱，不過咧即係我淨講個板塊表現啦。呢一個板塊咧，而家咁短缺咧，其實係值得留意嘅。當時咧，即係好多呢啲都係變咗一啲嘅風眼股啦。咁但係其實你見到咧，即係中心嘅話咧，而家咧譬如一啲鋰電池啊，呢啲類似鉬啊，其實好多呢啲資源咧、有色金屬一啲嘅股份咧，甚至半導體嘅股份咧，亦都係我哋今年咧即係比較睇。好嘅板塊嘅，咁所以都值得留意嘅。係咁啊，另外呢一隻保利協鑫能源方面能源股又得唔得咧？保利協鑫就呢只就未至於咁推薦大家啦，因為其實呢一隻咧可以話比較。投機性質的股份嘅，咁其實早前個升幅咧，即係都係一啲比較能源股啦、必需性嘅消費股啦、可能有啲嘅家電股啦，甚至咧啲科技股嘅。咁其實而家特別二月啦，你見到係港股嘅升幅咧，係雙位數嘅升幅嘅10%+嘅喺二月呢啲嘅能源股啦，成個板塊嚟講，咁但係其實你話大陸嚟講咧，其實都係單位數嘅，咁所以其實個升幅係比較大陸，因為其實好多 AH 股咧，雙佢
佢嘅日價其實比較大啲啦，所以其實內地資金咧嗰陣時就會狂炒緊呢啲嘅股份。咁同埋保利協鑫咧就太過投機性啦，嗰陣時候佢一日嗰個升跌幅咧波幅咧可以去到成16% 咁多嘅。咁保利協鑫更加有諗添，所以其實都誇張嘅。如果你再炒埋輪，再加埋佢嘅槓桿嘅話，所以你見到保利協鑫咧即係啲引伸波幅咧可以去到接近200咁高嘅。咁因為其實都反映翻佢一日有成10-20% 波幅，咁所以我覺得保利協鑫咧呢種即係大家你真係當投機性嘅去炒，甚至你話炒輪嘅都可以嘅。但係如果你話如果你真係變咗股票，你想安心少少嘅話咧，我就唔係咁推薦咧呢一隻嘅能源股啦。同埋而家能源股其實你見到都調整緊嘅，譬如好似968啊呢一啲咁樣咧，其實都仲係沉緊底嘅。咁建議即係大家呢啲能源股未調整完嘅時候咧，都暫時唔好鬧底住啦。係，即係呢一個投機性比較重啊，咁啊都解答咗咧我哋現場朋友啦、現場觀眾咧都有幾位咧，咁我唔特別讀名啦，都問呢個3800嘅前景係點樣咁。咁頭先咧 ，Ruby 就解釋咗啦，咁樣咁啊。另外咧，即係譬如而家個市咧，即係繼續啦向下嘅呢一個走勢啦，咁樣咁會唔會買翻一啲可能係一啲反向嘅ETF 啊，又或者係一啲股份公司咧，其實可能都可以做翻一個即係平衡翻咁樣咧。即係譬如呢一隻7500FIE 南方恆指，咁啊喺呢一個時候咧，因為啱啱真係撳到佢咧，咁啊真係升咗3.6%，咁而家係4.3呢一個水平啦，會唔會都有一啲作用咧？其實如果你想幫你自己嗰個投資組合做對沖嘅話咧，咁我覺得可以嘅。但如果短炒而家，譬如你見到而家其實都容易，因為多人咧即係中意玩牛熊證嘅原因咧，就係而家個市咧好似好易睇咁啊。因為而家日升日跌啊，同埋佢就算日升日跌咧，唔係講緊可能1-2百點喎，係講緊係幾百點啦，即係可能700-800點啦。咁所以你見到如果今日跌翻落嚟有幾百點嘅跌幅嘅話咧，聽日可能搏翻去升嘅話咧，咁樣就會比較易睇啲咯。不過如果你話咧，即係買呢啲 ETF 咧，你短炒嘅可以嘅。因為其實而家都講緊啦，好多時咧，而家其實唔係真係睇緊睇淡嗰個大市表現嘅。如果你話真係長爭少少嘅話咧，有機會你即係可能兩邊嘅都喺度蝕緊嘅，依邊可能揸住啲股票，你咁啱買唔中嗰扎股票上升嘅蝕緊啦。咁呢個你又睇淡嘅話咧，又再蝕緊。咁反而可能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做對沖，為你個投資組合做對沖嘅話，咁可以買一啲嘅股票啦。如果佢嗰邊蝕嘅話，呢邊就可當升翻啦，即係特別對。對沖翻一啲係你可能想仲揸緊嘅，你仍然又覺得有前景嘅一啲嘅科技股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建議即係都唔好話兩邊啦，除非你短線嘅去操作咯。嗯，係呢一個心理嘅薄力咧，好嚴峻，即係一方面又想升，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又睇淡少少，可能係一個即係穩陣少少嘅一個做法啦。咁但係都要即係有足夠嘅資金先可以做到呢一個平衡呢一個位置啊嚇。咁啊，仲有其他嘅一啲投資嘅方法咧，咁可能大家。就自己去再研究一下啦，咁樣咁啊，我哋解答翻呢位朋友 Man Fong Lam 啊，咁佢咧就問呢一個咧係SaaS 嘅股份嘅嚇明源雲，因為咧個表現亦都係有啲出入啦，同大家嘅預期啦SaaS 嘅股份，咁佢咧就喺$52嘅時候重貨，而家佢反而佢想做個操作咧，就係話而家可唔可以溝貨？因為佢而家咧個價位咧就喺41.3，今日跌咗成7% 嘅咯喎。我都唔建議溝貨啊！即係你講緊呢啲 SaaS 股咧，即係啱啱都講科技股佢會最後我哋睇啦，其實都會保障翻嘅，即係同一啲消費股份啦。咁但係 SaaS 股咧，唔係話佢前景唔好喎，而今次咧，即係你見到個跌市嘅重災區咧，就係呢啲科技股度喎。咁你見到其實明源雲咧，而家其實個走勢咧，即係一路都係向下嘅，甚至咧，即係尋日你話股市可能都向好啦，升翻咗咁多啦，你見到佢。其實都是出自陰足的，咁啊連續三支咁啊陰足出咗嚟嘅，咁所以其實都擔心的，咁你見到佢十天線其實都是向下走緊，咁甚至你話佢嗰個
參考的可能就不是那麼多啦，因為它始終都叫做比較一些、新的股份啦，所以我覺得溝貨就不好了，反而我覺得你還要看它去40元那些位置會不會跌穿，如果跌穿的話應該其實暫時你做個指示，到時真的去確認升勢你買回來補回這樣會做不好咯，即你要狠心一點，有時如果你看到一些股份真的走得比較弱勢的話，是這個也是一個心理上面的一個調整， Ruby 都給了一些意見，就是做人要狠心一點，就是對於股票，因為這個指示位真的要 set 得很準才可以做到這個、就是保住自己的錢包這樣。另外呢、有一類型的板塊咧，就係豪賭股嘅呢一個板塊咧，即係喺之前咧，就前嗰幾日啲新聞咧，就係話啊，去澳門入賭場嗰啲就唔使檢疫啦咁樣噶嘛，咁所以就令到咧呢個板塊就飛咗即係一輪啦咁樣，但係咧今日咧又有翻少少回吐喎，即係譬如呢一隻金沙中國啦1928咧，咁啊今日咧都跌咗1.4% 啊，係啦，而家係37蚊嘅呢個位置。咁呢一類型嘅即係受到呢個疫情啦同埋消息新聞影響嘅呢類型嘅板塊，值唔值得而家再入翻去咧？嗱，其實如果你話依啲豪賭股咧，好前啦，即係炒嘅咧已經係炒緊咗個憧憬噶啦，因為其實都公布咗好多嘅唔同嘅數據啦，例如一月個博彩收入大跌啦，咁你金沙啊呢啲其實已經出咗業績噶，你見到佢其實個虧損咧一定係擴大嘅，咁大家都知道個數據一定唔靚仔噶啦，咁不過其實你見到澳門咧即係最少人感染嘅地方啦，咁亦都已經開始打疫苗啦，甚至其實已經咧可以放翻咧去內地咧，即係內地人亦都可以入到可以不用檢測不用陰性的結果已經可以入到去澳門，如果他放了香港人進去的話，我相信即你每一次你這些消息一定是很振奮的，我相信如果他放香港的話，香港有很多人會過去澳門，大家都即叫做逼了這麼久，還有內地的情緒反而即更加沒有香港人好像那麼害怕，這個呢其實你很多好的消息呢都已經是叫做之前都炒得比較多，你看到其實澳門雖然他自己的業績、所有數據做得不好，但是炒這些憧憬之前更加創埋新高，好似見到27號，咁所以而家咧即係當炒完咗呢啲憧憬之後咧，咁而家其實大家反而咧，我哋尋日咧更加見到咧啲資金流咧喺 put 諗咧銀娛啦，有人係 put 緊成銀娛嘅，即係博緊佢高位咧有少少回吐嘅，咁都有成835萬係入緊佢嗰個認沽證嘅，咁所以而家可能有機會而家都喺啲高位度喎，你而家接手嘅話有機會即係會真係高追咗咯。咁可能佢回翻少少啊，甚至可能到佢真係而家開放咗之後，啲業績數據出嚟係靚仔嘅話，我覺得到時先至留意咯。呢一隻已經係高追咗好多嘅啦，都變咗。係，即係呢一個時候咧，再去衝入呢啲豪賭股咧，就可能要等一等啦，就唔好喺炒完嘅呢一個波幅之後先再入去咁樣。咁啊，大家再等一等個消息，睇下個疫情咧會唔會即係令到一啲通關嘅一啲政策即係開翻先啦咁樣。另外呢，即我都找到有三位朋友呢都問啊，即係 Helena、Suey 同埋 Betty 呢，其實都問呢一隻1024快手嘅一個表現咁樣嘅。快手呢喺今日呢，哇，而家低過300蚊呢一個位啦，喺295.4，今日跌咗6.8%。其實係咪已經炒完呢快手嘅呢一個操作？其實如果你話快手呢，你見到佢上市嗰時候都好強勁啦，咁其實已經都比較多的了，咁而家其實佢喺條十天線一直係沿住條十天線下行嘅。不過即係除咗佢啱啱升嗰陣時候咧，即係嗰陣時個市比較好啲咧，而家你預正咧，即係啲科技股回落咧，對於佢嚟講咧，即係呢啲比較大型嗰啲咧，一定係受影響嘅。咁同埋佢參考嘅唔係咁多啦。咁如果佢真係跌穿咗咧，佢初開市價嗰陣時候啦，頭一日啦，即係300蚊嗰啲價位嘅話咧，咁我覺得就唔好話呢只咧，就唔好話而家亦都係唔好話而家去買入啊，或者去撈底啦，因為你未知佢個底去到邊度喎，同埋佢參考唔係好多。咁如果佢試佢啱啱即係初嗰陣時候咧，呢啲嘅價位如果都跌穿埋嘅話咧，咁就要值得留意咯。佢始終都會受累住一啲嘅科技股咧，都係要向下。
係，即係呢一個都係跟住個大市科技嘅一啲指數繼續去跌啦，咁樣咁，所以如果有貨嘅朋友，即係唔係應該話冇貨嘅咧，就唔好衝入去住啦。但係有貨嘅，而家去到呢、這、一個即係低過300蚊，290.5 呢一個位，咁放唔放咧？即係會唔會都即係食咗先咁樣咧？係啊，如果係真係跌到依啲位置咧，真係建議食咗先啦。咁即係因為佢而家已經跌穿咗300蚊啦。因為其實同埋快手咧，即係佢已經上咗市啦，已經係過咗佢嗰個穩定期噶啦。咁過咗一個穩定期咧，其實而家咧甚至係可以咧出埋咧 put 輪嘅。咁所以你 call put 咧，其實而家市場都有嘅。如果你話真係要做對沖嘅話咧，其實都可以留意。不過如果佢真係跌穿咗300蚊啊呢啲嘅位置嘅話咧，我都建議係先走咗先會比較理想。係。咁但係咧，即係譬如而家喺呢一個市裏面咧，即係所有一啲科網股啊，又或者一啲舊經濟股，舊經濟股方面咧都要揀小心啲揀咧，先至可以揾到一啲即係係有少少升勢，大家都可以繼續追住個波幅嚟炒嘅股份。但係即係譬如呢一隻好似紫金礦業啦，2899，其實佢咧之前咧就係都俾大家即係都有唔少朋友咧都入過去呢一隻資源股裡面咧都去炒一炒個波幅，睇下可唔可以有少少斬獲嘅。咁但係而家就回落翻啦，跌咗8.7% 啦咁樣。咁會唔會都係一個留底嘅時間，睇下可唔可以即係繼續而家買咗，然後咧就等下第二日會唔會再炒翻上嚟咁樣咧？呢一類型又得唔得咧？其實如果資源股咧就不要太擔心嘅，咁當然咧呢一隻咧資源股咧，其實佢每一日咧嗰個波幅咧都好大嘅。你見佢升出嚟咧，每次無論係升嗰陣時啊，跌嗰陣時候都接近可以話係一成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咧，即係今年嚟講啦，呢一啲嘅資源啦，譬如鉬啊、鋰啊、銅啊，銅咧其實已經係較咧即係之前嗰個低位咧升咗係一倍咁多嘅啦。咁但係而家我哋睇緊佢個升勢咧，其實仲係會有增長嘅。咁紫金咧，雖然它叫做紫金，但其實它都是做很多是銅的，所以其實它炒呢其實也是炒緊向銅。你看到它短線其實可能有一點看到有些高位回落的，10天線其實已經是向下走的了。但如果你說再長一點去看，它每次去到50天線的時候都是有承接的，我覺得可以等它回調一點。這一隻其實我覺得是還值得去留意的一隻其中一個股份，可能看看它可不可以靠到50天線的時候先至去再低級咯，等佢回調翻少少咯。係，即係呢一隻紫金礦業咧，仲有下調嘅空間啊嚇！如果大家想入場嘅話，咁而家咧就可以等一等先。另外咧，我哋今日咧都可以提一提咧呢一個汽車板塊，因為Ruby， 我唔記得咗有冇問你咧，你睇唔睇美股嗰邊㗎？美股少睇啲嘅，我哋就因為咧有呢位朋友咧就問 Tesla 應唔應該指示，因為咧其實 Tesla 咧就大家都話啊，同我哋香港嘅呢個比亞迪嘅股份咧，即係有一少少嘅微妙關係啦，就牽連到佢咧會有下跌啊，又或者上升嘅趨勢。咁琴日咧喺美股市場裡面咧 ，Tesla 嘅表現都真係都算係幾差下嘅咁樣啦，應該都仲係，因為我記得琴晚我夜晚瞓覺之前睇咧，好似都仲係600幾嘅呢一個水平啦，咁所以咧，即係佢個表現咧，真係要再等一等先。咁本身呢位朋友咧就問應唔應該止蝕嘅，咁但係咧即係 Ruby 如果冇乜點樣留意美股嗰邊咧，咁我哋就可以睇下1211嘅一個表現係點樣啦。咁啊，1211咧而家繼續喺202.2嘅呢一個位置，咁今日都係有呢個跌幅啦，咁唔知就係真唔真關呢個 Tesla 嗰邊嘅一個影響事啦咁樣。咁如果比亞迪股份嚟講，汽車板塊你又點睇咧 ，Ruby？其實如果汽車板塊一定有影響嘅，特別即係譬如講緊即係1211啦，啱啱講緊鋰電池又短缺啦，可能產能方面咧亦都受到影響啦。其實而家今次咧，你見到美股跌嘅咧，納指咧即係初係最先跌先嘅，咁就算你話可能道指啊嗰啲反彈嘅話咧，其實納指都可以話係重災區嘅，咁亦都帶動咧即係早前升得比較多啲汽車股啦，譬如好似 Tesla 嗰啲啦，其實都跌得比較多。我建議其實呢啲嘅股份咧，其實都係要止蝕先啦，即係譬如好似比亞迪咁樣啦，你見到佢10天線、20天線、50天線，甚至其實跌穿曬啦，而家係沿住佢向下，佢係下行嘅，咁所以呢啲咧點樣都要回一回啦。咁如果你
又講翻其實成個電動車嘅行業啦，中國咧可以話係製造電動車最多嘅國家，但係咧而家中國嘅話咧，如果真係計使用電動車嘅咧，其實喺世界上面咧係排緊第九嘅啫。咁好多其實歐洲好多國家咧可能會領先好多嘅。咁你可以話睇長遠啲睇嘅話，個市場仲會有好大嘅發展空間。譬如你講緊內地，講緊即係嗰啲叫做我哋香港叫做巴士啦，即係啲公交車咁樣啦。咁其實而家都話七成嘅幾八成咧，其實都轉曬電動車噶啦。咁慢慢咧，即係今年特別兩會咧，其實都講緊一啲低碳啊，講緊一啲能源啊係為主題嘅。咁但係可能就要拉長線啲去睇啦，因為早前其實佢個升勢咧都係以倍數咁樣去升嘅，都比較急少少喎。咁所以而家金狼跌嘅話咧，即係汽車都係一啲回落嘅板塊咧。反而如果你話值得去睇嘅話咧，可以仲要睇緊只175，啱啱佢仲上緊嚟。因為如果你計175，佢係計汽車界咧就係龍頭嚟嘅，睇緊賣一啲傳統嘅汽油車。但是如果你真係計緊電動車咧，佢同 Tesla 同比亞迪咧，其實仲爭緊好遠嘅。咁佢可能會有比較大啲嗰個發揮空間啦。咁啱啱佢已經同百度咧即係有合作。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要炒一啲汽車板塊，炒啲新能源車嘅話咧，而家都可以留意住即係就是吉利汽車啦，但係而家可能你睇緊佢嗰個底位邊一個位置去入啦。如果佢25蚊有支持嘅話咧，咁其實吉利係值得留意嘅。不過咧，其實佢每次即係公布完一啲嘅合作嘅消息啦，你見到佢35啊、35蚊啊、36蚊啊呢啲其實是頂位，咁可以先睇住佢波幅先咯。咁但係如果你話 Tesla 嘅話咧，我覺得暫時就可能要離場咗先啦。咁暫時而家真係佢以之前已經升得會比較急啲。係，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波幅咧都要留意清楚。如果大家未必有咁多資金去1211嘅話咧，都可以 monitor 呢一隻吉利汽車175咧，睇下佢會唔會都係值得投資嘅股份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再答埋呢一個問題先。咁啊，因為咧頭先阿 Ruby 咧都喺我哋節目一開頭嘅時候咧都講話，即係一啲房地產啊嘅一啲股份公司咧都可以喺呢一個時間去留意一下嘅。咁啊，呢位朋友咧 Kelvin Chan 咧就問823可唔可以入？咁823咧就係領展嚟嘅，領展房地產。咁今日個跌幅咧其實都唔算大㗎啦，即係對比頭先我哋今日咧舉例，即係講咗分析咗好多唔同嘅股份嚟講，今日咧而家只不過係跌咗0.8% 嘅啫，都係喺72.5呢一個位置。咁呢一類型嘅本地房地產嘅一啲股份又得唔得咧？睇唔睇？係，如果今次咧，其實你睇翻咧，即係香港而家最落後嗰啲板塊咧，就係一啲嘅地產股啦、銀行股啦。你譬如好似之前16啊、17啊嗰啲都升得好犀利嘅，因為你見到其實一手物業啊，其實仲好好啦，商場又開翻啦，對於佢都有支持嘅。咁你823咧呢只嚟講咧，都叫做相對穩陣翻啲嘅，亦都係利好而家即係炒緊一啲嘅嗰啲板塊嘅前景啦。咁如果你真係睇佢價做得 OK 嘅，你睇佢收息嘅話，其實都係有4厘到，唔算話好多咯。咁但係叫做一個比較穩陣啲嘅選擇咯。咁同埋你見到佢睇佢個圖表嘅話咧，其實佢都唔做得唔係差㗎。而家響10天線啦，可能跌咗啦。咁你見到佢20天線、50天線咧，其實都仲有支持嘅。咁同埋之前亦都有升過一陣嘅。我覺得可以呢個時候咧，如果你話啲穩健啲嘅選擇咧，823都係值得可以考慮嘅。如果真係收息嚟講嘅。係好啊，好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嘅節目咧，中環財經連線咧就去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唔該曬 Ruby 啦，咁啊 Ruby 咧都抽時間咧同我哋去做呢一個分析啊，分析唔同嘅一啲個股嘅問題。咁我哋下次咧，即係咁今日咧 ，Ruby 咧都提咗幾隻股份咧，即係我好記得頭先咧喺節目嘅中段咧係講咗兩隻股份，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嘅。咁大家如果想知咧又或者遲咗入嚟嘅朋友仔咧，大家想睇翻咧、聽翻咧都可以睇翻我哋一陣咧 upload 翻我哋呢條中環財經連線嘅片段咧，就上翻我哋 YouTube channel 嗰度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睇翻個 archive 啦咁樣。唔該曬 Ruby， 咁我哋下次咧就再同大家見面啦。聽日咧同樣時間，朝頭早10點都會有中環財經連線，咁聽日咧就會係一位新嘉賓嚟嘅，大家就密切留意住啦。咁啊，去到呢度，拜拜。好，唔該，拜拜。